音乐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感触，现在就是想真正的做出好的作品，然后让大家都能听到，可以上更大的舞台，让大家听到我们的作品。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苦并快乐着，因为一般闲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直会找事情去做，但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享受，虽然是累吧，也会埋怨，也会抱怨，但是心里还是很乐意的。再放一次。这还不如断断断断断断断！不不不，我现在给我们得扒他这个。你就算就现在有个词，你就随便想个词，就歌林俊杰老师也好，你干嘛？你填个词先试试。日记记录每一页，日记记录每一页，日记记录每一页，你唱大声点。日记记录每一页。OK OK。你直接把我。Oh, one story, we'll make it. 收藏记录，我很耐烦。Don't worry, I wanna see you smile and face. 属于约定的一切，日记记录每一页。日记记录每一页，是不是有点？One story, 啊，算了算了。可以，就差不多这种。你这只是一个 melody rap， 然后，要不然就这个。这我有唱这麦没声，你知道吗？他没唱出来。你把这个后面什么来着？理解这个吗？后面接什么来着？这个拉高，这最高了。老师这是什么？Boy Story， 这不应该是 Rave？ 让我听一下，老师后面接的什么呀 ？OK， 等一下。一个人唱，一个人 rap。那这段中间就，我觉得后面，我觉得咱们其实刚想的不是当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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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的话，我觉得这搞 melody 吧，就让他搞 melody。他，我觉得他第一版比后面想的这个高。你放，接着我搞 melody 吧。先把这个地方搞定了，你先听听。因为就是还没起，因为就是还没起户口，所以让你突然间高下来，然后他下一个又荡下来。就这种就考虑和声的事情了，这个绝对不可能。因为咱们刚刚想的是，就是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面跟的是低的。等一下啊。首先要像，就是把自己平静下来，去想平常发生的事情，平常自己的心里的感受。然后我每天睡觉之前，我可能就是闲的时候都会想一两句帅气的句子，或者说想一两个我最近的这个心情，然后写进歌里。
士乐还有 hip hop， 因为我觉得很有 sense。 然后我弹吉他也喜欢弹那种爵士乐。音乐可以表达出作者的情感，可以给大家不同的共鸣。就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大家听到好听的音乐就想要蹦起来，有在一些地方大家听到 emo 的音乐就会跟着一起 emo， 可能会哭出来。这个就是音乐给大家传递的力量。我们的约定装进漂流瓶，让我沙滩越跑得近，你我间的距离就越靠得近。夜一步一个脚印从不停歇，因为该调试的力度按得紧。夜我也觉得老师这个好，老师这个老师这个我觉得副歌已经不能比他这个再牛。我觉得就 verse 比那个更好。我知道 verse 可以 verse 的那个近乎给前面那块可以再搞一搞。不是一张嘴，我们就卖。你在他俩中间，你在他俩中间，他在我俩中间。你啊，我喜欢唱的，他是他，我这个唱不了，稍微有点俏皮。我只是慢慢唱。一起唱唱不上去的用低声部唱。拉长你的声带，声带有最恐怖的声音。诗耀，和其他成员也说唱不上去的人用低声部唱。稍等一下，你说什么？唱不上去的用低声部唱。唱不上去的用低声部唱。好，再来两遍啊。成长这个东西，现阶段我感觉每天都在变化，隔一段时间想法会改变一下，隔一段时间想法会改变一下。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好的事情，随着我的长大就是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变好。我觉得蛮好的。结束了 ，Song Cap 完美结束。索尼怎么还在审吗？今天我们的这个 Song Cap 的纪录片就到此为止了，辛苦大家。就这几期？没有，后面还有。来，三二一，走！噔噔噔，树洞不会说有问题。加油！那我们再见，以后再见。再见吧。Cut ending。我们的歌一般都是积极向上，向大家传递一种坚韧不摧的一个情感。我见到你熟悉的脸。
我很喜欢就是到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去感受那种新鲜的氛围，新鲜的感觉，然后会有当地的一些喜欢我们的人，然后都会热情的来给我们应援，就挺好的。觉得泰国可能是我们去过的国家当中就是喜欢我们的人比较多的，刚下刚出机场就是好多好多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发我们的视频肯定就是给我们添一份力嘛。好的，小雨往下啊。好。哎。稍等啊，稍等。OK。稍微等一下。It's all about we。好，辛苦了。先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再开始第二次的录音。哎，自动停止。我们今年的一个从年初开始一直在准备的一些东西，然后到今年下半年就能给大家全部的呈现出来，然后希望大家的第一是反馈是好的，第二就是能让更多人的去喜欢听我们的歌，就我觉得喜欢不喜欢我们人倒还好，我觉得就是我们主要付出了很多，对于这些作品我们真的付出了很多，对，然后希望大家就能喜欢吧。我是望这个小区本来这里现在的音乐进入一些声音在嘈杂的世界有了你的存在不用靠直觉，哎，这个挺好的。有了你的存在不用靠直，这个不用也挺好的，还有颤音的，还挺有感情的。我们就过再唱两个好不好，我们就先可以一会儿可以唱副歌的地方。面带微笑，这算进我们的 cap 里面吗？안녕얘들아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보이스러리더한이입니다안녕하세요보이스러리쯔허입니다안녕하세요보이스러리신롱입니다오안녕하세요보이스러리저위입니다저위안녕하세요보이스러리민우입니다안녕하세요보이스러리막내슈안입니다저어떻게지냈어요즘뭐하고지내지금이제새로운앨범준비한다는얘기들었는데요즘어떻게지내고있어우리지금은그우리정규1집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IUB 시리즈였고요지난6년사이에너희는뭐가제일달라진것같아最大的变化首先肯定是那个外貌然后包括声音包括这些能看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其次就是说我们学习到的知识然后包括就是这几年我们又精进了我们的这些专业能力像舞蹈 rap 还有我们又学了这个新的这个制作曲啊包括开始写歌写词慢慢都开始加入进来了觉得变化还是很大和刚开始跟朴老师见面的时候우리저희는사실연습생생활을유일하게좀오래하다가했는데그래도쉽지않았을거야그지6년동안뭐가제일많이달라졌어我感觉我就是从一个懵懂的一个小孩而现在变成了一个真正想要去做好音乐的一个人네그리고저희지금우리멤버중에제일 커요키가제일커요맞아요키가제일많이컸어맞아요2m 신롱도많이큰것같은데맞아요맞아요맞아요신롱형도많이컸어요신롱은6년동안생활하면서가장많이느낀게뭐야제가봤을때는아중국어로얘기하는게좋을것같아요중국팬들이보니까아네네首先呢是
跟贾武哥一样是外貌上声音变化了很多，然后个子也长高了很多，然后舞蹈的实力各方面也变得了很多，就是进步了很多，然后在想法上面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对，在做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角度考虑的这个취향은사실아홉살때시작하게됐는데그때는아하고싶다근데해보니까아힘들다나이게진짜하고싶은게맞나이렇게이런생각은안들었었어当时就是没有过这种想法，然后当时是一直想要超越哥哥们，就以哥哥们做榜样，然后一直想要超越哥哥们，然后赶上哥哥们，然后去跟哥哥们进行一个实力上的 battle。对，싸우는6년해보니까제일좋은게뭐고제일힘든게뭐야？我觉得最好的时候就是，我在这样小的年纪，但是我经历了我认为比很多同龄人经历的更多的事情，然后也让我最大的提升就是我心境上的改变，我觉得是要比任何改变都要强大的，因为一个人的心态我觉得往往可以让这个人变得更加强大，然后觉得最难过就是说就是亚堪症是吧，然后就是当然会有很多就是这种心态上的成长也会让人会感受到世界上的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也会让我变得强大。对，哇，强大。明瑞도이제진짜6년이라는시간짧지않은데앞으로는어떤걸중점적으로어떤걸가장많이염두에두고성장해가고싶어歌手还有制作人。明瑞는지난6년동안힘들지않았어有累的时候그렇게힘든순간들을어떻게偶尔会吃东西然后偶尔会听音乐唱歌그래하여튼나한테는그게제일중요한것같아너여섯명이서로진짜여전히똑같이형제처럼아끼고사랑하는지난그게나에겐제일중요해알겠지나항상제일궁금한거첫번째는너희여섯명이서로사이가좋은지我们确实근데서로부딪히는게없을수는없잖아그럼서로에게불만이생기거나어떻게그걸잘넘겨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都知道就是说没有说是有这种完全和平的这个一个模式去在的，然后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类型的问题的话呢一般来说是听队长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的意见可能和队长的也不太一样的时候呢就会说进行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么一个选择，这样大家也都是心服口服的，然后也会处理事情也会比较高效便捷，大家也不会说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去生气，也是我们常用的处理方法之一。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再补充一下，然后就是我们虽然之间会吵架，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到那种吵起来的地步，我们就会让彼此冷静一下，其实这个是最高效的。우리진짜오랜만에만났는데또나한테오랜만에물어보고싶은것들있어네있습니다있습니다现在我们也在学习 MIDI 还有电吉他吉他的这种制作，然后还有歌词的作词，我希望就是朴老师给点意见，就是能把歌做得更高级，更能让大家喜欢一些。크게보면가사멜로디반주셋으로나눌수있지이세가지가하나의주제를통해서연결될때명곡이되는거거든그래서셋중에보통반주가먼저만들어졌다그럼거기다가가사나멜로디를쓸때먼저반주를충분히느껴봐이반주가어떤느낌인지충분히느끼고그반주를완전히느낀상태에서가사나멜로디를쓰는게중요해네반대로가사나멜로디가있는데거기에반주를붙이려고할때는그냥붙이지말고그가사랑멜로디를충분히느낀다음에거기에어울리는반주를만들어야돼그래서핵심은하나의주제로가사멜로디반주가다관성있게연결되는거야
也是写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阅历不是那么多嘛，所以平常我会通过看书呀，就是看手机上面的一些新鲜东西来充实我的文化底蕴，然后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让我写的歌词更打动人心，更有共鸣感。우리생활속에서느끼는감정은누구나다비슷해이게어떤직업을가졌던사회적으로어떤위치에있건굉장히공통적으로느끼는감정들이있거든그중에하나를탁정확히짚어내면그건누구나공감할수있는곡을만들수있다는얘기야그래서꼭특별한감정을노래하는게아니라생활속에서많이느끼는것들을정확하게짚어내는것도그것도좋은가수가될수그것도좋은가사가될수있기때문에꼭특별한주제를만들어야된다고생각하지말고생활속의작은거에서찾아도되니까그런것들을세심하게느껴보고곡으로만들어보려는노력도좋을것같아네알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코로나나뭐다른여러가지문제로직접만나서얘기한지가정말너무오래됐다내가너희한테가거나너희가빨리한국에와서또밥먹으면서더많은얘기나눴으면좋겠어 네, 네, 네알겠습니다그리고얘기하고싶은건지난6년동안여러힘든일이많았을거잘알아근데잘이겨내고여기까지온게정말고맙고너무자랑스러워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너무조급하게생각하지말고네항상과정이더중요해진실하게성실하게겸손하게이런 、네、 좋은마음자세를가지고계속해나가면돼그러면결국에는많은사람들이너희의진심과너희의노력하는모습을다보고너희를응원하게될거야알겠습니다알겠습니다알겠습니다네곧빨리만나자짜요네짜요조심히하겠습니다PD 님안녕히계세요안녕히계세요좀말아고했지너 너지금예지야栗子豪，栗子豪，滤镜粉碎机，还有垃圾，有纸吗？还有垃圾，正常啊，没事，没事了。你为啥哭、啊？哎，垃圾，就自己特别对不起，中国第一 rain 的这个称号。那是加五哥，你是第二。他先说的，他没看见吗？在那个 insane showcase 二队。别哭啊，有啥好哭的？已经一起走过来了六年了，马上就七年了。嗯，感觉六年这又是几年呀？虽然吧，以前可是真的哭，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几年内收获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哇，是啊。其实讲真的，我也再次见到朴老师，有点感动。哎，对了，都很朴老师一只手把你的整个头。因为我看那会儿朴老师就也挺有感触的，他好像也快。那你可能看。我不知道，反正就当时说朴老师是看到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应该还没到哭的那个地步，因为又不是不见了。就是朴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咱们都听进去了，才是对、啊、才是最好的。又不是不见了。对。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这些每年都有新的感触嘛，然后加上老师说，你是最早进公司的，嗯，然后确实，不管是有你们的时候，还是我自己的时候，都孤独，孤独，现在还孤独，有我们还孤独啊，那没办法。好，那就停止聊伤心的事。OK， 好的，加油，来，快抱抱，加油，加油。找不到的手机，我没找到。树妖会怪我没有找到他的手机。云霄有话的。他最近压力也蛮大的，云霄有。我看不了他们哭，他们哭的时候，我就直接扭过头，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我能很能理解尤小雨，包括从小到大，然后包括他为什么会是这么个性格，因为我了解可能比大家了解的更多一点吧。包括现在我俩也一个屋，然后有事没事也经常聊聊天干嘛的，我挺能理解他。VoiceStar 一直在坚信着走着自己的路，而我们就是一直在有自己的想法，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虽然可能脚步会慢一些，但是那样结果应该会更好一些。